上次有跟大家介绍的那个古北商圈，那这边呢就想要跟大家带大家来看一下，就是我觉得这边有一家虽然健身房当中觉得算是服务不错的，那其中一间叫做 Wing Energy， 然后想带大家体验一下就这边的一个服务的层级跟服务的水准，然后也让大家体会到这边的年轻人他们都在干嘛，他们是什么样的生活，以及他们在像健身房教练他们是怎么想他们的未来的这种模式，然后让大家感受一下真正的这个在地生活。 OK， 那我们一起走吧。 Win 呢是这间健身房的创办人。那我们这家店呢是一家私教工作室，是，然后大家跟着我一起来参观一下这家店吧。好哟，好，来，好 follow 你。继续，你干嘛去？关了，六、关五，继续，四、三、九、二，高一点，高一点。对，六，去收手，我们往里面过来，继续，五，继续，四。那其实我在周围，包括一些大型健身房，已经在周围已经做了三年了。那我想要在第二个问题，想要问一下，请教一下 Win， 是什么原因，就是让你因为我记得，如果没记错的话，你家里其实离现在这个古北这个区域，就是实际上大概开车单趟是一个半小时，早上堵的话是两个小时。哦，两个小时啊，我觉得太低估了。好，我们就算一个半到两个小时的话，是什么样原因？上海这么大，然后有两三千万人口，为什么你会选择这边开第一家店？其实这样的，就是说我整个一个在工作的状态下面，一开始就在湖北这边。因为我所接触的只是说湖北这样的一些人群，那么大家都知道湖北这个地方是上海目前的第一人群之一嘛。哦，那么那还有之二之三吗？对，静安，静安啊，静安丽江，还有那个徐家汇那地方非常有名。那么我们 Wing Energy 为什么要取名为 Wing Energy？ 就是希望就是简称大飞翼嘛，就是 We are part of your life。哦，像这边啊，目前的大概有多少的学员数，或者说你希望的学员数是要大多少，就是你自己未来的一个这个问题我在刚开店的时候就想过，我们现在目前线上线上是说厂商会来的公众号上面关注的是有三百多人，有三百多人关注，我这量很大哎。然后我们线下门店的话目前是一百零几个。那么刚创开之前呢，我们的预设的想法是150到200，就是线下的。哎，对，就是达到这个，我觉得就已经就是非常这个身心啊，我们就是说，我刚才刚忘记补充，就是我们开业到现在总共的时间是多少？一年零三个月。那光一年零三个月就可以达到他其实当时预期的一百多位。我们预算的是150到200，150到200，还差一点点，就差一点。但目前因为一年三个月的这个时间点来讲，我必须坦白说，应该是蛮超标的吧？对的，我其实是蛮强的。我还知道这还有一个特点就第三点是因为我知道，其实这个 Win 啊，他们在经营的工作很用心，像这比如说他们是学员或社群。联络对，因为这个是这样的，因为我是90年的，然后90后，对吧？90后，很年轻的。然后那个叫马志达，要喜欢他们，就是说在客户的体验方面，可能想的还不够周到。但目前我想到的是，我们会一定期间会带大家出去玩，那比如有的时候会去做一些跑步。在雪山，也有的时候会带大家一起去吃饭，就参加马拉松活动。对，马拉松太快了，就是一般10公里这样。10公里对，还有吃饭啊，然后特别就是去那个教练。对，到我家去吃饭，所以说是不是非常的有人情味？对，好好练，好好吃。对，下次如果真的很想去教练家玩的话，请先加入 Wing Energy。对，目的懂，本末倒置。OK， 好啊，那我们今天非常的谢谢这个 Wing Energy 的创办人。今天呢要再帮大家介绍一个古北商圈里头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hair salon 店。为什么特别喜欢呢？第一个，
这或是说也可以超出我的预期，我觉得能够在上海或者说在古北这边，原来所有的服务业的品质都是这么的好。好，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是它你可以看到它这其实是在它整个这个商圈建筑物的一个角间，所以这间采光真的特别的好。它总共是一楼、二楼、三楼，然后一楼、二楼呢是 SPA， 是 Hair Salon， 然后三楼呢是 SPA 会馆。对，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是因为呢，我觉得这边的那个所有的设计师，还有他们的就是学员，叫什么？学员或是美眉们，其实素质都非常好，包含服务态度。除了服务态度以外呢，他们所有包含你来做头发，帮你准备的茶水啊，准备的点心啊，水果啊，真的也都是非常的到位。这是为什么我特别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家 Armani， 没错，就是 Armani 这个名字。对，这个 Hair Salon 店，他们其实在全上海的全中国都是连锁的。然后这家就我知道呢，算是他们业绩在上海业绩非常好的一家店。那待会我们就跟大家一起进去看看啦。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它正门，然后上面有写到半亩花田是他们 SPA 会馆，三楼 SPA 会馆的一个名字。可以看到现在这边呢是它的接待中心，算是非常的有气质的一个空间。你好，谢谢。然后可以看到这边呢，它的那个做头发的空间。除此之外呢，它其实还有一个专门帮大家拍摄的空间。最主要是因为这样，他们这边的很多设计师啊，其实也常常参加国内外，就是中国全国那种设计师大赛，所以常常会有一些作品会需要拍摄，所以因此会有像这样一个这么专业的空间，所以我真的很喜欢。然后可以带大家看一下，稍微看一下这边是他们的一楼的做头发的一个空间。来到的呢是它的二楼的空间，你看呢，看到左边满满的染发剂哦，色料色号非常的专业，非常的形式非常漂亮。那现在呢，在我们映入眼前的呢，就是它右手边是它的 VIP 室，就专门做头发护理护发的地方。啊，你可以看到呢，它其实左边这边呢是一个就是专门做头皮检测的一个专业的机器。那同时呢，你可以看到呢，在右手边这边呢，像他们在做头发护理的是专门是用 Case 的产品，就是头发的产品。服务员一起参观一下他们的 SPA 会馆，谢谢。我们来到是他的最里头这间，对，这间采光非常好，我们真的非常喜欢。你可以看到这个落地窗外面啊，就是整个的古北的商圈。你看它的现在是在三楼，所以就正好跟它的树梢、树荫可以连接成一气。非常高兴呢，我们今天呢来到 Armani 这边，能够有请到我们算是 Armani 店里头算是非常著名的一位设计师，就是黄飞老师。黄飞老师你好。你好，黄飞老师你好。是的，是的。那想问一下，就是黄飞老师帮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说你本身是哪里人，然后你从事美发业多久了，然后你来到 Armani 这边服务多久了？好的，我是来自安徽芜湖人，我从事这个行业是2000年，到现在应该有17年了，17年，来阿玛尼工作也差不多有2年时间了，其他之前嘛都是有在上海做，然后一直是学习沙宣的一个，沙宣的线，沙宣的基础的。我记得是这样，黄老师跟我说过，他其实在上海之前，他也是在厦门工作的。他以前的师傅那时候都从厦门，所以其实黄老师除了在安徽芜湖，其实他也就是经历过很多不同城市的工作经验。对的，对的，对的。我入行是在厦门，厦门一家叫做云芝的一个发廊，这里拜了一个师傅。对，是最早期。然后我自己还知道，跟黄老师这样跟我讲，他是预计明年的吧。因为他就有说他一直学的是沙宣的系列嘛，其实黄老师明年有一个自己的计划，不知道可不可以讲？明年的计划我是准备去伦敦，然后去伦敦，然后再去深造一下。对，这样子的。所以我可以感受到，就是在这边啊，像黄老师这边很多的设计师都跟黄老师一样，都是其实一本是在职哦，但还是非常积极的在进修，这让我感到，但是客户他其实很，就是哇，就是很高级，然后很高级。然后另外的话想问一下黄飞老师，像当时你当时怎么会选像湖北这样的环境来当做你主要在上海的市场？
来上海这边吧，我也走了很多地方，然后来到湖北这个位置呢，我觉得这边的客人我非常喜欢，而且还这里的环境啊各方面，可能来这边就有一种感觉，自己可能就想在这里住下，一直待下去的那种感觉，很舒服的感觉，很舒服的感觉，倒是真的。那我还听说，就是湖北的阿玛尼啊，天天湖北是优点嘛，但是在阿玛尼他们连锁店里头，但是我当时上海的 top 级的业绩对吗？但是 top one 吗？一定是沙龙来看的吧？沙龙美发这个的确是的。top one， 通常是要怎么样可以挤进你们的 top three， 或者就是所谓的前三名的前三名？就是业绩一定要达到多少的标准上，就是你们是从怎么计算能够达到这个门槛？这个它是综合方面的，第一个客人的一个就是感受吧，还有一个就是跟业绩肯定是挂钩的，业绩嘛是最主要的。我们这边的客次啊什么的，我们的客次也差不多能达到2000人次，上，2000人次以上，这个标准好，这样吧，算是很好的漂亮的一个数字。像通常像一间店要能够达到 top one 和 top three， 大概不会月营业额有超过大概，对吗？要到100万人民币吗？还是到通常要到六个上？那这样真的很多，因为以一个那个小龙店，然后以单月哦，就是单月营业额，这个加上来，我们目前店里头总共有多少的，包含大大小小的人员，总共有多少人？40多位，家里有40多位。那我们将一楼、二楼、三楼将加起来总共有多大的面积？400平米，算是高品质的一个服务吧。这就是我觉得在上海你可以感受到它的最大的，就是这个城市每年都在改变，改变的非常多。我想让大家一起体验一下。好，谢谢大家。好的，谢谢。